家等家讲台语学台语哦，小朋友欢迎无？台语要讲咩？我先过来一个。家己嘛有一点惊吓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冯子姐姐的台语嘛不是盖令的，不过不要紧，咱有 possible， 欢迎我们的 possible 方南强老师。哎 ，possible， 你最开始开始讲台语嘛？先出来讲台语啊！啊，那遐厉害啊！你有特别去学？啊，我是这个土地人，大家拢遐讲台语才对啊。哦，安尼嘛对哦，所以 possible 会甲咱教。啊，唔错。听讲台语有一种音啊，会啰啰，对不对？那是叫做浊音。浊音哦，比方说咧，比如讲，咱的神眼公的这个眼，就是一个这个眼眼公。眼公。哎，神眼公。神眼公，音呐。音呐，哎，音呐，这嘛是。其实我常常甲迄个音啊分袂清楚。哦。哦，这个音啊，今仔有炸音啊来。小朋友听无？听我听无？什么意思？翻成中文。这个小孩其实有在听啦，好什么？你知呀？对啊，这个囡仔拢真跳呢。对啊，来听看卖恁讲台语哦，来你们讲音啊，给我听，先从健轩来。音啊，讲对。再讲一遍。音啊。再讲一遍，无够清楚。音啊。唔对，是哥的音。音啊。音啊。对。哎，给我再讲一次。音啊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真好，真好。说的很有道理哦，有那种口水在喉咙哎。那刚才就掉，那连掉就晕啦，对吧？哦，好，杨磊试试看，加油。晕啦。哦，晕啦，真的好晕。而且他真的有口水，有加没？晕啦。很多口水。那玉莹，你给他讲。晕啦。不讲就不讲。再说一次。晕啦。啊，不好不。口水再多一点，再红一头。晕啦。那你说五十五？五十五。哎，唔对，五十五。也是一样，会在喉咙口有一点点口水的感觉。五十五。哎，不错。那你说音呐？音呐。啊，小子嘞！大家一起来，音呐！说五十五，打一排够。五十五。嚯，大家拢袂歹哦。阿哥，为什么今日要来个音啊？这个字嘞，因为呢，今日要来介绍一个足巧的音呐。他呢得了很多奖哦，而且呢才艺非常的棒哦。马上欢迎咱今日的金马奖王杜文俊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你好，文俊好，文俊跟大家问声好。大家好。哎，文俊就厉害，文俊你今嘛几年级？几年？三年。三年啊，什么学校？兴隆国小。兴隆国小，兴隆国小在倒位哈？木栅遐附近就对啊，木栅遐附近就对啊。嗯。六年，恁几年？四年。四年哦，你叫哥哥，一二三。哥哥。安尼太神。弟弟妹妹好，来再次哥哥好。哥哥好。假高飞，阿弟哥哥呢有个才艺就厉害哦，所以要让小朋友来又看看哥哥到底有什么才艺很厉害。有啥咪问题要问的不？杨梅，你有啥物问题？真大声未？哎，真大声哦，乒乒乓乓，真大声，啊，不过少好听哟。哦，搁有啥？一层。文俊哥哥是东方的还是西洋的？哎，东方的还是西洋的？你敢来讲？东方的。东方的，东方的才艺哟。玉莹，还在出国比赛。金瑶，金瑶，出国比赛，有出国比赛过无？还没。还没，俺哥有在台湾比赛过，对不对？哦，在台湾比赛过哦。各项舞队，建轩在台湾比赛第几名？第几名？哈哈哈！甲大家讲第几名？优胜。优胜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优胜的新人。好，有没有谁知道答案呢？还是各舞队又看麦？东方的才艺，玉莹是跆拳道。跆拳道，嚯哈！啊，跆拳道是不是？不是哦，不是，一层是皮影戏。皮影戏，刚是皮影戏。啊，不过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嘛是什么戏？跟姐姐说，来继续来。华语还有嘞？嘿，你真的怎样？什么答案？报的。哎，我是不是有报的？家己想的哦，是不是报的？文俊哥哥。是。是，就是报的，掌声鼓励鼓励。
真的很厉害，他得很多奖哦，他得了2005北市创意偶戏比赛守偶组的特优第一名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又得到2006北市创意偶戏比赛蝉联特优第一名，再掌声鼓励鼓励。文俊，你自己知道为什么叫布袋戏吗？哈哈，你妈唔知呀？那没关系，请我们的 Postco 来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会叫做布袋戏 ？Postco， 你知影咧布袋戏吼，啊，人人咧，别人人咧吼，伊藏伫倒位咧，伊要换别人的戏，伊讲啦，伊个布袋内底。啊，即咱一个戏团，甲一个戏团要耍戏的时，就藏伫布袋内面，啊，看咧，啊，拍咧，就走啊，叫做布袋戏。两年哦，啊，你用什么时阵学的哈？就是早自习，还有中午跟礼拜三的下午。哦，早起的时阵，中到午睡的时阵，啊，到拜三下晡就对啊。啊，你学人搬的时阵是人先人，啊，加布偶加人，还是落提布偶啊开始人呢？上面这个在这边，然后我的手在下面这样子转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所以其实小朋友有时候在我们在里头看呢、啊，就觉得哇好厉害。所以其实是上面你这只手在操控，然后下骹嘛是有这个接手的单塞了对啊。嗯。哎。4个月吧。哦，安尼啊，其实呢这里有很多小朋友真的觉得你们很厉害。小朋友他们表演厉不厉害？厉害、啊。有没有谁想要学？年纪最小的贤浩你来好了。哦。年纪最小的贤浩要学的是什么呢？请我们的文俊哥哥，文俊哥你要给我先。那个逃跑。逃跑。就是硬照，然后照了丢啊！在台子上，首先出来，然后双手就左右摆动，左右摆动，然后就前进再后退，然后就可以下去。前进再后退，
然后就下去。不错哦，来一起做一次，预备，左右摆动，前进，后退，下去，很好，气功，来左右摆动，前进，后退，好，跟到。还不错哦，既然安呢，我们就一起来试试看好了。来，这个呢，我们就要谢谢我们的文俊哥哥，还有秉峰哥哥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们要钻到我们的跳音啊学堂去了，来，马上进到我们的下一个单元，跳音啊学堂，来，左右摆动，前进，后退，转呐、啊。出来这边赢人家，出来这会使赢，我靠嘛会使赢，到处都会使赢哦哦哦！好，坐下没有？好，好，我这边丢诶，好。说一句好话，今天好话是什么呢 ？Possible？ 这一句好话就是讲，诚实人必得多福。诚实人必得多福。就是讲，那就是讲，信实的人，信实的人，要得到最最福气，要得到最最福气。小朋友，您知影无？诚实是一种美德，对不？对。当我们能用诚实的心来恭维来说话，用正直的灵来做事情，阿内哦，他的生活必定会得到很多的祝福，并有满满的幸福在其中。阿内知影意思不？知。哎，再多来讲一遍，好不？好。信实的人要得到最最的福气。信实的人要得到最最福气。好啊！好，建轩，坐下。信实的人买得到最最好福。哦，真好，大家好好吧，真好真好。来，我们大家再说一次。信实的人买得到最最好福。所以大家，我们要诚实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太好了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句好话啊。紧接着我们要来又比猜，又比猜，我们的迷猜是。几缕灰，一门一条龟。出门的时候，三个。先从啊，就开起安尼，怕开起来。嘿，阿弟，阿弟来出来的，来看，出一条龟啊，那一条安尼啊，猜一个用品哦。下问题，好，玉，你有啥物问题？是用在啥物所在？在较外口的所在，出来对了，应该了，较用袂着安尼。安尼哦。好，建轩，你有啥物问题？你是在物件？是不是？你是食的吗？食的啦，我嘛最想要食，不过不是。这啥子啊？这啥子？是无？嘿，不是哦。出门一朵花，这啥子也袂当出门呢。好，医生你甲我讲。好耍。好耍。你啥物是好耍？你甲我讲。出门时阵有落雨，就要甲伊拍开。哦，啊拍开就清，拍开清就一朵花了对啊。对。啊，入门呢？就甲伊收进来。收起来，我长长一条落去啊。好主播，正确答案是一段。就是雨伞。雨伞，给一声掌声鼓励鼓励。啊，好主播，好主播，你啥物是雨伞嘞？因雨伞，咱出门的时，不管是出日还是落雨时，热风、热雨、热日头拢会使对无？啊，出门就甲拍开。咱等下出来有人夹夹雨伞无？就收起来对无？收起来是就一条龟啊，你对无？有没有很好玩？有。好，继续来，题目是，哈哈哈哈，看一个哦，一个工啊，在学做，
日时开，暗时锁。一个橄榄在乌做，橄榄是瓶子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橄榄是这个。在乌做，在是装装的黑枣在里头。日时开，暗时锁。白天的时候打开，暗时锁。你是动物吗？是动物，动物顶头拢会有哦，大多数的动物顶头拢会有哦。好，你这是不是出来的？厝内底要用的物件，厝内底会使用，外口嘛会使用，到处拢会使用哦。我来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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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早的时阵爱食早餐，暗时的时阵困，困的时阵就加嘴合起来，哦，对啊，缩起来合起来对无？对啊，啊，不过其实有当时我迄个在困的时阵，我嘴嘛开开呢，太老嘴了，哈哈哈哈哈。无啦，好，到底是目睭还是嘴嘞？认为是目睭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很多同学认为是嘴的，请举手。医生，我在哪里？公掉哦！来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请咱 Post 婆来解答。Post 婆，正确的答案就是。认为是把酒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很多同学认为是吹的，请举手。医生，我在哪里？公掉哦！来，正确答案是什么？请咱 Post 婆来解答。Post 婆，正确的答案就是目睭。咱会记得这句话：一个囡仔在乌做，迄句话你甲看卖。一个囡仔，咱目睭内面有乌乌的乌人，对不？对。迄个底下像乌做，乌做知影无？乌做啥物个吼？暗时咱咧睏的时，安怎目睭安那起起来对无？暗时就锁起来对无？对，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目睭。给自己掌声鼓励鼓励。阿奶，你干嘛要比赛好胜嘛？好胜。上课有好胜嘛？有。第一有足困难的无？有。既然安尼，我们就一起来念童谣喽。哈哈，今日的童谣诶。名称叫做白灵犀，大家应该有听过，对不对？有。我先来念一解：白灵犀，车畚箕，车到溪仔墘，跋一倒，捡着两仙钱，一仙捡起来好过年，一仙买饼送大姨呀。好，小朋友，现在姐姐念一次，你们跟着念一次哦。预备备，开始！白灵犀，车畚箕。白灵犀，车畚箕。车到溪仔墘。车到溪仔墘。跋一倒。跋一倒。捡着两仙钱。捡着两仙钱。一仙捡起来好过年。一仙捡起来好过年。一仙买饼送大姨，一仙买饼送大姨。好，小朋友加油，我们从头到尾念一次哦。准备好了没？预备备，大声哦！一二三，来。到我来 post 过来，甲大家讲 post 过来。小朋友，白灵犀知影有捌看过无？有。白灵犀会天顶飞着无？有。啊，落来涂骹的时会惊路无？会。
哎吼，好，我准备来解释这个意思。白灵犀啊，白灵犀，白鹭是听本机，本机是啥物？恁知影无？本机是本机对无？学校内面有本机有本机无？本机，车本机。咱讲白灵犀车本机，车本机是白灵犀走路的动作。用我们用车子在车东西，叫做车物件。车本机就是推着本机，啊，白灵犀对无？你行路就好像车本机这个样子，白灵犀车本机，好、哦，这车本机的它走路的样子，哦，这个车到溪仔墘，它就一直走，就行路行路，行到溪仔墘小溪河的旁边对无？行到溪仔墘，结果呢？哇一道，哇一道，哇一道！哎呦喂呀！哇一道安那，人讲有福气嘛，有福气嘛，对不？嗯。哦，捡到两仙子，他捡到两个钱，两个铜板，运气袂歹吼。结果哇一道，结果运气袂歹，捡到两仙子。哦，白天时他就在想，那钱哦，好运捡到两仙子，就想讲一仙捡起来，把它捡起来，就把它。存起来，好过年，在过年的时候用，对不？那几线呢？几线呢？没有嘛？买饼上大姨，他就买了一些东西，买了一些饼干，送给他的同伴，说阿姨啊、伯伯、叔叔们，对不？送给大姨，他的意思就是送给他的同伴，送给其他的人，这个意思，这是白灵犀的意思，还知影不？知。好的，不过这个白灵犀呢？也是一个很好听的童谣，但是呢，哎，我未晓唱，不舒服。你会晓唱对不对？会唱无？大家来听《不舒服》，唱白灵犀好吗？好。掌声鼓励鼓励。来，我先唱一遍，给大家听。好。啊，若唱无好时，嘛是同款拍破对无？对。好来。白灵犀，车本机，车到溪仔墘，拨一刀咧捡着两仙钱，一仙俭起来好过年，一仙买饼送大姨，送大姨。有没有小朋友也跟 Post Boy 一样会唱的？好，很多呢。好来。玉莹，你先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白灵犀，卡本鸡，卡到溪仔墘，挂起刀，捡着两仙钱，一仙俭起来好过年，一仙买饼送大姨，送大姨。掌声鼓励！学的手手啊，破除破解释了，大家会晓两下未？会晓。哦，那我们要再念一次哦，而且我们念得很大声，还要加动作哦，掐蹦机的动作哦。小朋友，加油！现在要来念这首《白灵犀》，一二三，来，白灵犀。白灵犀哦，大家今天上课学什么？魔法。哦啊，后再过来上课无？啊。哦，所以今日跳音乐学堂。好。耶！我跟你着俄罗斯讲，小朋友，你真正是一个巧囡仔。这是偷给你创的话呢？偷给你，偷给你，不要欺负小朋友呢。所以是头家你讲唔对，头家娘，你啊讲一个哦，是小朋友，不是小朋友。来玩跳音啦！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台语麦通，这单元呢，今天要考小朋友，你的台语啊，有足认真诶无？有足骨溜的无？今日题目是啥物咧？请咱破除破来甲大家讲。我是跳囡仔。谢谢。而且，
我说无，你好有信心哦。他讲我是巧英啊，小朋友，你敢真正是巧英啊的？是。好，有做啊演讲的无？有。有准备好啊、哦？有信心无？有。敢真正有信心，看大家有信心无？我帮我们选第一位小朋友，来，下面做第一题。哇！哎，别拜哦。来，永水，你来先。永水，欢迎永水小朋友。永水加油哦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我是乔英娜，因为我出门的找阿妈，有糖啊，搁有饼。拍电动、拍电脑，我会找爸爸，因为安尼较好耍，搁较刺激。睏的时阵，我当然嘛是找妈妈咯，因为妈妈会唱歌、甲讲故事予我听。你讲我是毋是巧音仔嘞？你是哦，你是真厉害的呢！哦，搁要找妈阿妈，搁要找爸爸，搁要找妈妈。阿公有时有啥物物件爱做注意的？你讲伊是巧囡啊？嘿，是啊，我嘛感觉伊是一个巧囡啊咧，讲话讲啊袂歹呢。伊讲有糖啊，搁有饼，啊，咱讲有糖啊饼通食，是毋是搁较好咧？嘿，我当初找阿妈的时，拢有糖啊饼通食，对无？你讲糖啊饼就好啊。讲起来搁较听起来较顺嘛，对无？吼，然后搁拍电脑、玩电动玩具、玩耍电脑的时，耍电脑的时，对无？我进步较紧啊，搁较刺激，有刺激无？有。刺激，小朋友刺激无？会晓耍电脑无？会晓的吼。啊，咱大家看破好无？哇！又水又厉害哦！你啊，安尼站出来，拢会讲台语。甲阿妈、甲爸爸妈妈讲的，有时阵，爸爸又跟我阿妈讲台语。真的哦，不怪，真正就认得的哦。哦，好，紧接着请下一位，有啥物讲？嘿，有哦，有啥物讲无？干啦？你唔怕牙齿，你要牙齿是无？李真，你害羞、喔、啊？安尼就你咯。来看看无？好，请我买李真。好，来，欢迎李真。大家看看我来。加油，开始。有一天，我跟阿爸去干妈店买无花果，入去店内底，阿爸甲头家讲，头家我买无花果。头家唔知影藏伫个倒位，请阿爸去问头家娘。阿爸就去问头家娘讲：“头家娘，我要有啊果。”头家娘讲：“歹势，阮家无卖有啊果。”这个时阵，我就甲阿爸讲：“阿爸是无花果，唔是有啊果。你的台语真正是奇怪啊！”头家娘就学了我讲：“小朋友，你真正是一个巧囡仔。”医生真正是一个巧囡仔，掌声鼓励鼓励。伊真正只果子个个无花果，无花果甲无花果拢是做伙讲笑起往听。可是这真的会搞混，对不对？无花果还是无花果？哦，阿哥，为什么我辛苦你？无花果第一要哪讲？第一无这个讲法啦，咱讲无花果是啊。哦，直接翻就对啊，无花果。好啊，伊这有啥物爱注意的嘛？不过迄个小朋友到尾你迄一句吼，迄个是小朋友啦。小朋友啦，唔小朋友，你讲小朋友。小朋友啊，我是小朋友，是小朋友对不对？小朋友来讲一解。小朋友，小朋友，这是头家娘讲的话呢啊。头家娘，头家娘，你讲小朋友嘞。所以是头家娘讲唔对，头家娘，你来讲一解，我是小朋友，不是小朋友。阿公孙就厉害了。是啊是啊是啊。好，给一阵掌声，鼓励鼓励。再来，我唱，进乐曲，刷落去，逆行，逆行，逆行，来，一层一层，一层一层，你不要害羞嘛，来，会晓讲未？来，加油！你无我知你无牙唱吼，唱好蛮好无？我给你按。好，一层一层，开始。我阿妈常常讲我足巧的，因为细汉时阵搁伫行路，我路会晓讲话啊。啊，有一摆妈妈出去载行李，啊，伊拢无伫个，我路会晓敲电话予伊。阿妈讲，阿妈常常甲我讲我是巧囡仔，因为我电话号码拢会记，即在会记掉的。所以阿妈真
现在常常跟我说我是小孩子，阿妈常常也跟朋友说，多谢耶、你真是小孩子，而且他会说多谢哦。来，奕晨，你真的记得电话号码吗？真的哦，啊，您到那个保险箱的号码几号，你跟我说。不，真的。哇，给，奕晨很厉害哦，真的是跳音啊，很多号码都记得住，对不对？对。嘿，啊，不过还有什么特别要纠正？来，奕晨，您到店的号码，你买五字，你讲给我听看卖，好不好？你遐讲的，你讲看卖，买五字。好。买五字。后面五个字。前面三个不要。1311八，八，八，再讲一次，二三一一八。啊，我就是要改讲引导这个上尾五字的电话号码，伊讲内面的咱的电话号码的讲法吼，无同款的。哎，为什么？这是讲伊是23118对不？伊讲23118，这是唔对的讲法，爱讲23118。为什么？三加八，伊讲三加八就23118对不？那个连三八要哪讲呢？三八。对啦，就三加八，爱讲23118。啊，是哦。是啊，对啊。所以啊，还特别把它就是三跟八要特别注意了，对不？对。哦。你说23118，对。23118对啦。哦，哎，有些音还蛮特别的吼。哎，伊内面有一句，尾有一句吼，电话号码拢记伫个，记伫个头壳内。听讲未？就是讲，号码拢记伫头壳内。头壳内对无？伊个迄个讲法就较袂顺。电话号码拢记伫个头壳内，哦，头壳内。袂歹嘞啊。还不错哦。是啊，那拍拍好不？紧接着跟我下面来演讲，来，下，来，我怎么听到几个？四婷，四婷吗？四婷，去看麦嘛。四婷，预备备，开始。会记得读幼稚园的时阵，下课拢一直对伫爸爸的身边，一边偷看爸爸咧补习班上课，一边偷看爸爸咧教三四年的数学。会记得有一摆，休困日的时阵，爸爸伫咧教三四年的数学功课，因为六级去变数，我就摕一支红笔替爸爸倒改。等爸爸出来了后，看到已经改好的数学，惊一下问我讲：“你是安怎改的？而且拢改着？”我就甲爸爸讲：“你上课的时阵，我拢闭伫门口听，所以我会晓啊。”爸爸就欢喜，一直甲我学了，讲我是一个巧囡仔，所以自细汉到即马，我拢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巧囡仔。唔知啊，恁大家是不是安尼认为嘞？多谢大家。哦，你是一个巧囡仔。哎，思婷，安尼讲起来，爸爸是老师了对啊，教数学的哦。我是班的。那你数学有这厉害？真的哦，哦，爸爸巧，所以囝嘛巧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啥物要注意的无？有两个所在你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讲这个，我下课以后吼，拢一直对住爸爸的安怎？你讲身边，还讲身躯边对无？身躯边，对住你的身躯边啊，对不对？对住你的身躯边。哎，啊，若讲较早起来讲话，哎，我对住你的身躯边啊，哎呦。我对着你的身躯边啊！对啦，对，像早起来讲就是安尼，比较甜一点，比较甜了，对吧？啊，对对，一边偷看就会，安那讲，一边偷看。好，伊讲一边偷看爸爸伫个补习班咧上课，一边偷看爸爸咧教迄个看，一边咱家己会讲说，哪偷看迄个看。啊，不是一边安怎，一边安怎，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，哪加分加分哪看电视，会晓讲未？那加班拉破的心，那么几个？那一边吃一边睡怎么讲？那加班拉破。对，真好，那加班拉破。我天天那加班困。对啊，你一边加班就用一根。哎，所以这真的有学到对不对？就是嘞，一边怎么样，一边怎么样，就是那安暖安暖，那安暖安暖。对，那我们一起个共学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共学来。那超破。
看爸爸咧补习班上课，抬头看爸爸咧教三四年的数学。对啊，真好，对不？错。搁有啥物要注意的？搁剩一个来，启明。启明，下一位。金牛，来，你妹妹开始。我是巧囡仔。嘿。你一天要坐爸爸的车时阵，我拢会特别去注意车够有油无，有够吗？因为有时阵会袂记你检查车咧开的时阵，我嘛会去看有超速无。若是有，我拢会叫爸爸开较慢一下，爸爸拢会讲好啦，我知啦。等一路车，我拢缓慢的提起，甲爸爸讲车有速无。爸爸，然后爸爸就会摸摸我的头，笑笑甲我讲，你真正是个翘翘的囡仔。耶，真高兴！启明，真高兴呢。哎，启明，我袂记你，你几年级？你几年？四年哦，四年就对啊。哦，安尼五年吼，好，啊，赶快回做，谢谢。哎，足厉害，拢会提醒爸爸对不对？啊，有啥物爱注意的？来，启明，我甲你讲吼，你这里种车敢有油无对无？啊，后边迄句就是有够吗？你学这个敢有够？敢有够？敢有够？对，不是有够吗？那是讲个讲法，有够吗？有够吗？你这是敢有够？哎，对对对，你讲有够吗？敢有够？按着咱咧讲一个疑问句，敢有够？对对对，咱讲即摆拢咧骑车啦，骑车对无？其实咱较早来用塞车啦，啊，因为塞车有点像像那个大便车一样，啊，所以讲即摆讲讲塞车，我咧塞车的时，靠我迄个，咱咧即摆人拢讲骑车，较早讲是塞车的时，对无？讲讲骑车的时，啊，因为讲咧塞车较歹听，所以即摆人较少用着。如果咱台语原本的讲法是塞车的时。哦，所以其实开车台语有很多说法，比如开车，然后最原始是塞车，塞车。阿哥，另外一个是等你下车，还是按哪讲？你再讲一遍好不好？好，我要讲一个，讲等一路车，咱过去讲我一下车对不？一下车你按哪讲？我一路车。哎，对，那是过去讲，咱台语来讲，我一路车，一下路。哦。那个雨一下，好一好一个路。哦，会加一个语助词。我一出去，我一个出去。我一个出去，我一个落车。台语的味道才会出来。哦，会加一个勒了，对吧？我一个一下。哦。我一看，我一个看，不是我一看。再来，我一称赞。我一个哦。就搞诶，对不？台语的。哎，台语。挑衅啊！你挑衅啊！好，现在五个小朋友都演讲完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老师好，我厉害，来。对啊。伤脑筋。你今天今天上巧的喎，要送他礼物嘞，我都想要送，我抽签的抽一个，哈，今年拢差不多嘞。其实每一个拢做得来。是啊是啊，你看你，我问你，你看做得上好诶。我本来想要甲笑笑，每一个拢这样讲的。我想讲，我站到那个台子上，我家己买金条买袂灵的。那今天好，你来先生，你来看嘛，你来看，你来看嘛。就困难了嘞，笨嘞，你家己叫袂出，叫我见你一个嘞。嗯吼。我要敬一个小朋友，因为伊的故事内底啊，还有角色扮演，就是有当时是头家娘，有当时是爸爸，啊，有我哥，甲有我哥又分不清楚，所以我要颁给我们的医生，医生站起来，快走！医生是我们今天的优胜，医生可以得到我们高级水彩的颜料组，还有养成储蓄好习惯的可爱存钱筒，谢谢医生。哦。好，这个呢就是载运买通，大家这个载运越来越通哦。马上进到下一个单元游戏，比卡为丘。快来下一个，来十秒，快点加油，接下来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玩噪音啦！哎，比卡为丘，第一组的小朋友请举手。好，放下来。第二组的小朋友，请举手。好，放下来。恁爱加油哦，爱记你们有三次放弃的机会。可是呢，主头告别拢爱讲大义，尽量卖放弃，好吗？加油，三分钟哦，预备备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来，第一题。伊是一种水果，阿姨，拄仔我有考过。讲讲，西瓜。请答对，来下一个，贤兵加油。什么？鸡。
你在从啥？生气。哈？生气。生气，恭喜答对，来，下一个好厉害，圆对，来，你是啥？要放弃不？放弃，好，来下一个。你会使用笔的，别紧。这是啥物？赖达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赖达。你在从啥？来，再做动作，做动作。尖子甲。嘿，没有。大意啊，那个。大意啊，那个。金甲刀。嘿，用力，来，再一个，来，加油。目睭。看。啥物？目镜。目镜，用力，来，再一个。好，来讲，再来，用这讲，看，不要，嘿，终于不要，来下一个，来接下来，继续讲，别再闭，用用闭，别再闭，别再闭，不行不行，我讲你，来，拼命拼命拼命，拼命，下面，哈，星星，不是，拼命，不是拼命，得拼命的物件。蜗牛，蜗牛不是，天空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你逃，你逃，还有二十秒，你逃，你逃，也要飞，也要飞，脚啊，不是，也飞，也飞，也飞，蜗牛，蜗牛，蜗牛，飞机，不是，飞机，蜗牛，六，加油，五，四，三，加油，好机，时间到。气球台语安怎讲？讲看卖啦，气球台语安怎讲？唔是唔是唔是。鸡龟啊！啊，真好，鸡龟啊！气球的台语叫做鸡龟啊！你嘛袂晓讲，我对我嘛袂晓讲。你是猜出来也不会讲，也没关系。你已经足厉害了，答对了六题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我们第二组，第二组的小朋友爱加油哦！一样计时三分钟。会使放弃有三个机会，尽量加油，预备备，计时开始。我伫安怎？骑车？不是不是，阮去公园时阵会骑单车。嘿，用力骑单车，来，再一个。嘛是炒菜的。哦，我着菜，这个袂使，来，后一个。是食的，金叉，彩叉，加油！看要不要放弃？放弃了，好，放弃，来下一个，你在冲下，再去，好，恭喜答对，来下一个，来，快进来啊！这是什么？水气，好，恭喜下一个，来，快点快，加班吗？不是，螃蟹，加班，什么？加班，一个字而已。魔甲，嘿，王彪威，恭喜！来，下一个，快点，快点，来，我爱你，这是下面，妖人，小醉，不行，妖气，不行，地人啊，好，下一个，困，困的时阵，金塔，金塔，王彪威，下一个。你对了，说台语。他不说台语啊！什么？快点！冰。什么？快点！是台语安那讲？台语安那讲？小花，小花，放弃！放弃！不要放弃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能放弃！不能放弃的！不能放弃！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冰糖！不是我们冰糖，冰糖，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大姨阿那讲，我无讲。不是三十八家，我第一个是，我讲我不要三十秒，我要你讲，我讲你，我讲你，来下一个，来三十秒，快点加油，接下来，接下来，谁话？再一个高手，五月天来一个高手，公仔一，不是公仔一，谁话？五四三。六题，掌声鼓励鼓励。
我们的精美的奖品哦，也就是我们的文具组，还有可爱造型气球组，掌声鼓励鼓励。来，请回座。好的，刚刚呢在猜的时候，我是挂台都没有讲，要不就是知道国语怎么讲，台语不要讲。比方说刚刚说到的我们的沙发，对不对？同意。哪个？同意。好，好，紧接着这个气球。好。下面我们猜下不？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，直接翻有没有？来，这个来我导游，我要导游，那是酱油，那是酱油哦。好，酱油到底台语怎么讲？请破石头讲一讲。那我再讲几句呢？来，几句那个？国，很好，答案国啊，国啊，用酱油糊台语那个？国啊，国啊呐，国，国啊，国啊，讲国诶。我吃的那个果啊，不是果啊，那是果啊，跟果啊。嘿，吃起来你看看一下。啊，来，这嘴不敢换。对。果啊的嘴是甜的，果的音果啊。果啊。果啊。啊，那个那个糕饼是果啊。果啊。跟那个鹅啊，跟鹅啊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小朋友，酱糊。果啊。糕饼。果啊。芋头。果啊。赶快来报名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在这里讲台语和台语哦，台湾腔啊！走。